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我的频道，我是韬光玩具箱。之前呢，我们频道介绍过新厂牌 Rocky Toys 将推出的三款1:6的可动手办。今天他们首先发布了第一款宇智波鼬的详细情报，大家很关心的预定价格呢也终于公布。这款的官方预定价是1280元人民币，约合1577港币和5802台币。这款1:6的鼬全高约31厘米，配件非常多，除了本体以外，还有头雕一个，两种替换脸，一个是正常表情，还有一个是发动天照的表情。眼部采用可动眼球设计，包括了5颗眼球和1根可动的眼球调节棒，其中2颗是三勾玉写轮眼，2颗是万花筒写轮眼，和1颗带血丝的万花筒写轮眼。替换手型有8个，除此以外呢，还有一顶斗笠。斗笠采用帷幔布料制作，也就是一种类似后窗帘的布料，边缘有金属线，可以调节造型。还有一条项链，一只乌鸦和乌鸦配装专用的手型。此外，还有2只鞋子和2个鞋套，以及1个展示地台。除了上述配件外，还有小组织的外袍1件，在领子和衣身边缘都镶有金属线，在衣服的门襟处有磁铁开合，还有内上衣1件，长裤1条，腰带1条。武器配件方面有3把手里剑和1把苦无。都是合金材质，最后的最后，特点是一颗头发飘动造型的微笑表情的头雕。根据介绍，飘动造型的前发、发尾、发型均可与标配头雕进行替换。这款宇智波鼬预定时间从4月7号到26日结束，预计的出货时间定在了2022年的第四季度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点上的预定。接下来 ROC 出品的卡卡西和班的情况呢，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介绍。喜欢火影，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